Hello，已经可以偷偷喝汤了。立即坐下吗？哇哦，我可以整锅端回屋里吗？可以偷偷端回去，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。看到这个就知道你在。你刚回来？嗯。哦，去哪了？今天我一直在家。一直在家？对啊。我还以为你出去办公了。没有，一直在家。我先上去放东西。干干尬尬。他们还没化冰呢。因为我是发的信号非常的微弱，再加上我自己信号接收也很微弱，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。我可能是偏向于那种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感觉到那么大的热情，但是其实我会一直持续保持那样的状态。这个是谁的？这个杯子是马可丽，是马可丽。你坐哪呢？随便啊，随便。我坐这吧，因为我也不会碰那边的菜。抢位置了是吗？哇，可以啊 ，Ryan， 他俩怎么现在有火药味了啊？火药味儿啊？不想让，不甘心的。嗯，好好吃，真好吃。味极虾，蟹也非常好吃。你以前有做饭给你女朋友吃过吗？哇，尝尝好吗？真的？女朋友会做饭吗？之前女朋友？那上海的不会。广东的都会是吗？广东的会。那如果你找一个广东女朋友，是你做饭还是她做饭呢？那就看谁在家做家务咯。那我可以带孩子的哦。嗯，我已经聊到孩子了，绝了，马上就要读书了。聊到带孩子了，我也可以带孩子的，我也喜欢小孩。哦哟，新来了一个女生，在哪里啊？在群里吗？给你透露一下，这个背影很像初一的背影。看看看呀，初一的哦，是很像初一的，感觉是跳芭蕾的那种。对，惊喜啊！啊，我也有哎。咦，有个男嘉宾耶，真的是有哎！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好玩吗？这么好玩吗？罗拉控制一下愉悦。哦，真实的有新家。哎，懂了懂了懂了，多摆两个位置。这男生怎么头像了？新的男嘉宾。哦。他的十七次方越来越文艺了，能能，你真是不让人失望。但我觉得能能就是有一种很坦荡的可爱，他想看那就去女生那边看。加那个人吗？我发给他消息啊。哦。我不是跟他说，我说转账200才能加吗？他就不理我了。
好认真，乱小心发愣。他因为说话很快，我不回他不礼貌吧？乱小心发愣。赶快解释一下，我不是对这个新的人很认真，你不用跟我拼。哇，那个太太干得漂亮嘞，好棒哦！啊，有人加了，是吧？有了有了，罗拉，你快看！哎，你们别洗碗了，快换人，有人加了。哎，我发现哦，就是我们虽然一起待了四天，但好像情感就很虚假。有新人来就很激动啊。我们俩就不跟他聊。我都转账了，就不跟他聊。就很奇怪，就什么年纪的人才会这么说话啊？怎么办？快入住了，有点期待，你能怎么办？好像跟那个，他是不是复制粘贴的？就是他 copy paste 每个人发的都是差不多。你们干嘛呢？你在炫耀给我们看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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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越哼歌，瑞恩心里越慌。干嘛？开心啊。叫什么？挺开心的哦。开心啊，我看你也挺开心啊。哟，叫上劲儿了啊。您好，我是四天前新来的男嘉宾。四天前新来，怎么就新来？不，他这样说的啊。哎，我可以跟他聊吗？哎，他是潮汕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是潮汕的。啊，又一个老乡。你的老乡又来啊？又一个潮汕的。你怎么知道潮汕？他跟我说的。哇，你们聊这么多啊？哟，不声不响的聊，挺深入啊。嗯。一整个猛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们一群人在一起有点兴奋，然后有点失态，跟你 say 个 sorry。 你看这个木卫二，他现在是四个里面最早回复我的，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是在乎别人的感受吧，让我现在目前印象比较好的。他约我去吃饭？ What?都那么晚，他就只给你发，也没有给我们发。他真的给你发？就只给他发。真的在给你发短信吗？真的没有给我们发，都只给他发。瑞恩是话里有话的，这瑞恩绝了，点火呢。嗯、对，点火了。真的没有给我们发，都只给他发。不可能吧？都嘎给啦，会不会？卖过啊！请你吃牛肉丸呢，他可能。真的糟糕，他还叫我保密。如果他只选了我一个，那我肯定要把小屋的整个状态给体现一下吧，在他面前。那个龙龙跟梁梦静暗锁吧。哎，你们俩回个头好吗？哎，你们俩那真超搭的，衣服搭吗？其实我现在不确定了。然后我觉得罗拉是那个当牙医，那就是你梦。哇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要甩一甩呀？啊，这样子比好吗？陪你去看亮点。那肯定是喜欢，我也那样。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明确的，可能他在想吧。期待吗？明天？很期待。哎，我第一眼见到女嘉宾，请你记录一下。那表示很期待啊！我冲上去单膝下跪。很想看牛肉丸啊！